鹿港志诚慈善会特别结合着个人甲机关团体来举办一场寒冬送暖发放的活动，或者鹿港地区的低收入户会当过一个温暖的新年。咱来看记者伫鹿港的采访报道。白米油饼干等日常生活物资，拢是要用来帮助低收入户的民众。鹿港志诚慈善会志工希望这款爱心物资送到民众的手中，会当让因温暖过冬。年哦，有我若传120分。啊，今年的较无同的，就是讲，因为今年的资料吼，麻烦迄个咱鹿港分局配合，讲甲咱协办吼，甲咱提供名册。啊，因为就是分局的，伊就是每一个分住所哦去提供名单，啊，阮就是因的名单。一户一户，啊，去送到因家可以。每年过年之前，贫困家庭、家计收入户的家庭，拢较歹过日。好家在有一挂善心人士以及慈善机关的斗三工，予因会当赶伫咧过年之前送予因生活物资加慰问金。在岁末年终，让我们了解辖区民众有所需要，被关怀跟关心的民众，那我们透过志诚协商会来给予协助与关怀，让民众感受到那过年的气氛，也感到民众的爱心。以实际的需求来帮助贫困民众，春节之前让人感受到真温暖的爱心。大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